这好像有点早，有点早，对，太早了，太早了。有吗？有吗？这也是刚刚说什么？三秒落泪，这应该你干得到，我们做不到。对，没错。哦，好啦，哎，静静，别再卖关子了。好了，那我就直接跟你们讲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到了。哎，刚刚你们在进来选座位的时候，有没有好好选啊？有吗？有。哎，那你们是怎么选位置的？随便坐吗？屁股喜欢哪一个就坐哪一个，是吗？屁股喜欢就坐哪一个？哎呀，屁股啊，不小心 cue 到你了。哎呀，好害羞。好啦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由静静来解答一下好了。对，没错，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，你们摸摸看，你们椅子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摸摸看，有什么？有东西吗？有东西吗？有吗？摸摸看哦。等一下，静静，椅子下当然没东西啊。一起来看这场设计，一起参与我们的设计。